航在江西，严巡将军的武器的蒙古眼绝卖一生贵州一块。祖辈想连环二零一七快过完，要红青走上前，再把个杨杰谈一谈。改革开荒几十年，中国腹地又翻天，经济快速的发展，百姓日子是逆天。吃的饱穿的暖，关键越来越超前，你观一观看一看，西方的洋界太泛滥。情人节复活节还有骗子的愚人节，万圣节感恩节还有耶稣的圣诞节哈。这个节那个节，崇洋媚外不科学，话虽多了个能别换，听我的节奏往下谈。今年耶稣的圣诞节本是中国的耻辱节，我说这话您不信，咱们接着来讨论。公元1900年，大清的皇帝太混蛋，官逼子手不开荒，引来八国的豺狼，八国联军进北京，犯下滔天的罪行。英国美华得一个，齐国都信基督教，日本不信基督教，这事今天咱不唠。南京条约受屈辱，基督教会神基辱，同化国人的思想，我的内应才包强，讨价讨天的罪行，奉劝国人快醒醒啊。中华文化五千年，传统的节日有内涵，春节团聚真热闹，家家的夫妇放鞭炮，抱生足足一岁除，全家的安康都幸福。正月十五元宵节，不忘祖先的清明节，端午节里送屈原，先辈的事迹代代传。中国也有情人节，也曾七夕七交节，牛郎织女鹊桥会，有情人都成双对，中秋节里月儿圆，家家户户都团圆。重阳节里娶敬老，传统的节日真不少，中华民族要振兴，度过那洋节那会中风。中华巨龙要回天，都与那洋节说再见，树高千丈总有根，传统的文化要记心。传统节日放光芒，中华民族顶富强，如果报上15万，万字的前锋一大片，订婚大约1年半，接着的商量婚事办。结婚都要下聘礼，家家那户户都攀比，一个春礼都熟悉，彩礼嘞不能比下去。如果的男方太小气，女方被人嘞看不起，媳妇娶到了家里去，爹娘嘞都要脱层皮。